公子，你的灯牌灭了，灯牌熄一下。感谢我兵哥的天作之合，谢谢我兵哥。这是新疆。咱们无人机正在准备起飞了，正在准备起飞。这里是泊湖，是在船上了。我看镜头，我怎么看你们的公屏呢？怎么看你们的评论呢？怎么跟你们互动呢？好，我们喜欢大力的先点一波关注，没有点了关注我们就加一个灯牌，然后我们的无人机正在准备起飞。好，我们大家看大力跳舞的时候啊，我们要竖屏横屏相互切换。好了吗？欢迎若玉，欢迎往事随风。好了吗？啊，好了吗？大家准备好了吗？来，准备三二一。Thank you.
来跳完美美的舞，来给大家看看景，看一看我们美美的连海世界，看一下美美的连海世界。Hello， 看到我了吗？这个白白的就是我。月光编织的年轮，必须要用这样的方式直播啊，我们才能把连海世界的美展现出来啊！真的，只有这样的方式，我们才能把它的美展现出来。欢迎大家来新疆，欢迎大家来我们连海世界。明明你想来，最怕很冷，为何回绝温存？原来一心人。欢迎我北斗星。为何要离分？你提着孤单，独自寻找。好，来，我们边看着景啊，看一下自己有没有点关注。如果没有点关注的话，我们把关注点一波；没有加灯牌的，我们把灯牌加一波。多少灵魂誓言谎言一并封存，悬而未决最残忍。愿得一心人，白首不离分。好看吗？大力其实已经给大家实景直播了3个月了啊，大力的直播间呢也是越来越好看啊，所以呢其实如果你们想看到更多的美景呢，不要忘了给大力点关注哦，不要忘了加灯牌哟。一怀温暖是否愈合你余生伤痕。新疆要10:30才会天黑哟，我们无人机要返航了，无人机要准备返航了。我们的无人机马上要准备回来了。看到现在有一个发光的地方吗？发光的地方就是大力在直播的地方。我们在博斯腾湖的湖中央啊，在船上。老光，你紧锁心门，没人向我不断口吻。吹牛有什么可吹的？明明你想来，连续3个月都是实景啊，没必要吹。会是实力所在。原来一心，我都不知道他在哪儿。无人机飞哪儿了？哦 ，Hello， 欢迎回家。Hello。他回来了，无人机回来了。他在一点一点的向我靠近。要准备落了吗？我往下走一点。好漂亮，谢谢，我们喜欢大力的点个关注，加个灯牌。看尽浮浮沉沉，细数沉沉昏昏，一怀温暖。没有公司啊，我再给大家说一遍，没有任何公司运营我。来他不下来，他不下来，他有点调皮淘气。看尽浮浮沉沉，细数沉沉昏昏，一怀温暖是否愈合。好 OK， 来切吧，来来我们的另外一款，我们的降落了，它降落了，它降落了，来，我们拿过去，它终于降落了，不要带节奏，大力没有公司运营啊。
们就三个人，我说了很多遍了。我们今天呢，是在我们的那个连海世界啊，在连海世界，在新疆的。然后这个地方呢，它是有全国最大的野生睡莲的地方，野生睡莲。然后呢，也有很最大的芦苇基地。因为我们第二场直播，刚刚上一场直播的时候啊，就有中间很长一段的时间，那个信号特别不好。那是因为我们经过了那个芦苇林，在芦苇林，它可能那个芦苇比较高，然后会有一点挡信号。荷花才会结藕啊，莲花怎么结藕呢？荷花才会结藕啊，荷花有藕吗？来吧，我们哎，今天播多久了？感谢我孤云的小星星，谢谢我孤云。莲花和荷花什么区别？男人跟女人有什么区别？你告诉我一下。这个问题问的，莲花跟荷花什么区别？大力跟木头有什么区别？我们接下来还是会沿着我们南疆线啊，去寻求我们西域古国的一个各个路线，然后带大家去寻找我们西域的美景啊。感谢我熊的牛郎织女花，谢谢牛郎织女装。我们接下来呢会去到米兰古国啊。不要以为米兰古国它在米兰，米兰古国就在我们大美新疆啊。我们接下来要去的地方呢会在米兰古国，在我们全国最大的一个县啊，叫做若羌县。知道若羌是哪里吗？若羌就是古时候的楼兰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谢谢放大，我看不见。今天的湖在哪里？今天的湖叫做博斯腾湖啊。好，那我往近站一点吧。今天谢谢我萨摩，谢谢云记，谢谢熊，谢谢天涯海角，谢谢孤云，感谢今天所有上榜支持大力的公子仙女们。好，那我们就明天见喽，拜拜。